这里总算是安全了。哎，醒醒！哎，醒醒！哎，不会是让老子做人工呼吸吧？不行，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装的。傻叉！哎。 亲就亲嘛，伸什么舌头啊？迷迷糊糊之中，好像感觉嘴里有什么异物。我看咱们俩这个样子，怕是不能继续走了，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。我们找个山林吧，先缓一缓，恢复元气了再想办法。 好。走。慢点啊。